都把声。嗯？嗯？我买添。咦？咦？又被偷咗，唔开心。哇！我就一路都听到好似有人嚟紧咁，咪走啊！42-16，知唔知点解？因为我啲队友系咁偷晒我啲头，好似完全唔关事。好像完全没逻辑可言，没人啊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真的不是太喜欢这个场，很难找。喂，五 Q 算是多少？我都被人偷了三四个了，不错了。其实哦，顶我打唔到嘅，零因果关系，系我冇收台，唔系我冇收台嘅能力，老实讲，系我队友嘅收台能力太强咋，系佢嘅错。我只右眼有啲。嘢喺入边吉住，搞到我想打黑黐添。可唔可以 report 呢个 Yuki Kase FFR 41MR 走咗添，冇 report。唔信邪，玩多一场。睇我，早晨。要练 PK， 我要在这个场里面练 PK。之后信不信啊？入到去会冇 PK 拣，信不信？好狡猾的这个游戏。